那头超兽有点像动物，又有点像植物。它的脊背像仙人球，又像刺猬。你怎么样？被超兽抓伤了，没事。它肯定会出现，注意要多加防备。是。S 奥特曼打败沙鲁戴达没有关系，恢复他的元气，让他更强大。超兽其实是沙波泰达的变形，亚波人要给他输入能量，让他更强大。那么沙波泰达的能量到底是些什么呢？请继续看下去。这有来自全世界的仙人球，有墨西哥的、巴西的、阿根廷的，大家都来看看吧。爸爸，你在撒谎，这些都是从农场买来的。闭嘴，做生意就得掌握诀窍，学着点。哎，看看吧，金鱼虎、白檀、月下美人、海王国、红牡丹，好多品种呢。哎，无论哪个品种都是极品呢。看看这花有多漂亮啊。哇，红花仙人球。哎，别碰，这些都是要卖钱的。嗯，哎，科连丸、金刚丸、老翁丸、曙光丸、日出丸啊，这些带丸字的花名不是船名，全都是仙人球的名字。嘿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来看看，随便看看，不要钱呐。啊，今天的生意不行啊。爸爸，把这个给我吧。你说什么？要靠他赚钱的，这是赚钱的商品。真没办法。给50元。笨蛋，这球值200块呢。你别骗我，就这价钱。嗯嗯嗯，哇呀，它会吃虫子，好奇怪的仙人球啊。这只仙人球是靠吃虫子长大的吗？这是真的仙人球吗？是的，是真的仙人球。你看它的刺吧，原来看见的仙人球的刺都是叶子长成的，但这是只稀有的珍品啊。真不愧是仙人球的专家呀。是啊，因此对于这只仙人球，我想要以我的名字来给它取个名字，叫三郎仙人球。Thank you.
怎么这么吵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！他可能喝醉了酒，到外边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后来觉得热了，就把衣服脱了。因为喝醉了，就忘了把衣服带回去。岳山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他一直在学校里当勤杂工，从来没喝过酒啊。哦，是吗？他从来不喝酒吗？是三郎仙人球干的吗？算了吧，三郎仙人球是不会干的。你不知道，半夜里他觉得饿了，所以就……我不相信啊！塔克队队员有多精神啊！请到这边来，塔克队来调查这案子了。如果是三郎仙人球干的，那就糟了。你是说超兽干的？世界上哪有什么超兽？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 啊！让我们看看。不行不行，你们走吧，别进这县内。岳山的拖鞋上有仙人球的刺吗？是这个吗？老师，什么是仙人球的刺？昨天有个学生带来一只吃虫的仙人球，是这个。是什么？这可能就是超兽的刺。哼，净是些胡说。如果是怪兽，吃人就像吃馅饼一样的容易。哼，塔克队员，你看这个，难道一头怪兽能够穿过这样一个小的孔吗？当然可以，请。玉野子，那只仙人球呢？三郎把它带回家了。是吗？喂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一个孩子能带回一头超兽？我看侦探先生可能是对的，我不信一个仙人球会……是不是？那么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来办吧。你们请离开这里，请离开这里。你们啊，不，请你们离开这里。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案子的，塔克队要继续调查。你的判断是绝对错误的，你别纠缠不清，因为你看得太简单了，你会有麻烦的。请你对侦探尊重点。这个侦探气焰很嚣张，不让我们查看现场。他怕我们抢了他的饭碗。但是队长，我在担心那只仙人球，对吧？我同意，这案子警察是没法办的。是吗？去请教一下岸田博士，他是研究仙人球的权威。啊，又是你，爱打听的塔克队员。你说我爱打听，难道不对？哎，好了，你们俩是不是想知道仙人球会杀人吗？是的，是这样。那来吧。仙人球原生在以墨西哥为中心一带的地区，仙人球和人类一样，对气温的突然变化有很强的抵抗能力，既能耐寒又能够耐热，适应能力是惊人的。现在世界上有6000多种不同种类的仙人球啊。那是不是真的有吃人的仙人球？是的，我认为有。啊？有些植物的确是以昆虫为食物的，我认为仙人球也会有突然变种的可能。我听到一个传说，在巴西曾经有人看见一只大仙人球开过一朵硕大的花，竟吞吃了一条大蜥蜴。仙人球的变种，那就是都超兽了。你们说的那只仙人球，它能有效地储存能量。我要开始对仙人球进行认真的调查，首先要找到那个孩子。啊，你看着办吧。我不会把你交给塔克队或者交给警察的，你别担心，你明白吗？屋里有人吗？屋里有人吗？你等一等。啊，你就是三郎？我就是。我是塔克队员。仙人球不在这儿。那只仙人球可能是超兽，很危险。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它扔了，我没有撒谎。是的，你扔了很好，如果再发现就通知我，明白吗？嗯。那拜托了。嗯嗯，真是对不起了，我和仙人球有着深厚的友情。找到仙人球了？孩子说把他扔掉了。被孩子放走了？是的。我还是不相信，这事儿是仙人球干的。
对，他克本部，他在这里，北斗队员。我们对那只拖鞋上的钉子做了分析，它不像是仙人球的刺。啊，不是仙人球的刺，看上去像刺猬的刺。刺猬的刺？你能确信那是只刺猬吗？昨天那是头超兽，我不会弄错的。啊，非常感谢你。刺猬会是超兽？这些塔克队员说的对，失踪了的怪兽具有刺猬和仙人球的特征，它化身为仙人球藏在孩子们当中啊。那怎么它会变得又小又安静？可能在等待机会吧。我们要趁它没强大以前把它除掉，好吧？全天候巡逻。是。塔克队为了搜寻那只化身为仙人球的沙布泰达，连夜布下了天罗地网。爸爸，你太吵了，我无法做功课了。是叫超兽三郎仙人球呢，还是萨布泰的好些吧？高60米，重5万吨。哎，我的仙人球怎么样了？三郎，给我过来。三郎，干什么？我正忙着呢。过来，这个馋鬼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看这儿少了一串鸡，是不是你吃了？我没吃过鸡。你没吃过？你从哪儿学会这种偷窃行为的？我坐在那边根本没偷吃过鸡。这盆里明明还有一串。哎，这电视机太吵了。啊？哦，是仙人球偷吃的。得了，仙人球怎么会吃鸡？等一等，仙人球。回来。怪事。哎，你等一等，三郎仙人球。哎哎，你等一等，三郎仙人球。哎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塔克队。是你呀，三郎君。三郎仙人球不见了，他是不是在恨我？朝哪儿去了？那边。开过去，开过去！啊，哎，开呀，开呀，开过去！啊，压扁他！对，嘿，哎，会发亮！哎，哼，耍我们！哎，哎，没了！哦，哪儿去了？超兽干的，塔克队本部，我是北斗。和学校的事一样，是不是仙人球干的？北斗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快放手的，开枪，快点啊！不，只能用力拽。放开！哎呀，放开！有人知道吗？队长，罪犯是这家伙。好吧，我把他杀了。请等一等，不能在这儿杀。
过去我们曾经受过镭射光线的欺骗，该把它弄到太空上去处理。队长，你说怎么干吧？好吧，弄到太空去，用宇宙导弹消灭它。是。我的仙人球完了。塔克队决定在太空中消灭它。你们这些笨蛋，愚蠢的人类，你们已经给这超兽充满了能量。好了，走吧，沙巴戴达。这些火箭弹注满了药，这些药能够100%的吸干所有的水分。仙人球有95%是水分，我想会奏效的。这家伙身上的刺像导弹，不能用飞机打。嗯，队长，我会有办法。哦，让我来对付他吧。北斗星司，小心！我没事。注意，射击！是。啊！啊！呀！帮助 S。
种仙人球，五十元一只，大减价喽！它真的会变成超兽吗？会不会变，却要看你自己的了。你买了呀，会感到高兴的。我就要这一个，多谢关照。我要这个，这黄花的叫什么？这开黄花的比傻不呆的厉害的多了。我要这个，请给我，要这个，归我了，给你。啊，走吧，三郎生意不错呀，真漂亮。哦，北斗队员，看来你的生意很兴隆。只剩下两个了，你们要买吗？五十元两个，半价卖了。五十元两个？是的，两个，多谢了。你干嘛了？爸爸，仙人球卖完了。啊，真了不起呀，好孩子。这些钱全给你。啊，就这些？每只五十元。什么？我花了3000块买了一只，你都便宜卖了？把他要回来。不行不行，我在帮助你，你倒责怪我。混小子，住。嘿，哎，哎，混小子，三郎，三郎，回来。我的大哥哥要的那好心意，我的那妹妹那叫的很大心。